你连拿刀的力量都没有，不，你配做厨师吗？你对得起你手中的食材吗？关你鸟事！哼，来战胜我吧！旁门左道，雕虫小技在我面前班门弄斧，睡个蛋！这都是些什么乱七八糟？拿出点像样的本事来！你这是在给我挠痒痒吗？哇！